So everyone play their role. 联合国难民署与慈济自2016年起合作推出现金补助计划，主要帮助短期失去收入来源或生活遇到重大危机的难民。多年来，其实提供不少援助。So we have a better idea of who we are dealing with and what is the right way to do it.为了凝聚共识，慈济水龙分会举办难民慈善现金补助计划教育训练课程，希望能给难民更有力的陪伴。所以我们希望在短期援助当中帮助他们，帮助所有的难民能够自力更生，在我们这整个社会和 COVID 的一个平稳之后，他们可以继续的工作养活自己。希望在陪伴的过程中呢，志工也可以拉长情，扩大爱，这样子我们才能更加有的重点的关怀。经营个案要用妙法，课程中提供难民背景，让志工们讨论更有效给予援助的方法。慈济有这个很好的 procedure assess 每一个个案，关心他们，了解他们。然后透过这次的 CBI， 我可以了解到每个难民他们真正的需求，也可以想到怎样帮助他们，让他们有更适合的方式来过生活。通过课程了解助人的理念与方向，志工有志一同把爱传到更多的案角。麦代林启斌吉隆坡报道。